通过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海内外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！啊，久见了，咱今仔日的贵宾，吴连长呢？啊，过去哈，拢一向来拢对咱的凤凰网络电视为这个甲咱提供宝贵的意见哈，甲咱斗相共，讲希望讲咱这个唯一的会当替台湾的弱势者发声的这个电视台呢，要做会较丰富嘞。啊，今仔日啊，搁同款邀请到吴连长来遮现场吼，要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，咱搁共同来探讨一寡社会。会议的，好来，我连长先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先请安问好一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咱为这边的这个红中秋的这个25,000人行上街头，清清菜菜讲虐死一个台湾囡仔呢，讲判一个判8个月，剩的拢6个判6个月，剩的拢无罪开释啦吼，总共10几个人，迄都是连贯性的，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犯罪，结果拢改切割了后吼，拢无代志安尼吼，这个6个月呢罚款就好啊，用2个月的薪水就解决起来安尼吼。我想今仔邀请你来吼，咱来讲这邪恶的检察官、邪恶的法官吼。你对这件代志吼有甚物款的这个看法安尼？各位观众朋友吼，今仔日我个人吼，最主要唔是要来甲各位报告红中秋这个案件啦，因为我对开始讲对于这个红中秋的这个案件吼，这判决事实是无公平，无唔对啦，吼，这伫台湾吼，这个过去判决真受诟病的一个这个案例吼，来讲啦吼，敢那有人敢那虐待死只鸟都判当我啦。虐待死一个人哦，判迄6个月实在是伤轻，无唔对啦哦。这绝对是判决有问题啦。哦，伊这个问题产生伫对当哦。我个人对这个判决书无去看的哦，我不便发表意见啦。但是我会当讲一句话，就是讲这判决确实有问题啦。哦，这款的案件哦，判决有问题，那详细我无了解，但是初步我的这个看法就是讲，这个法官哦，可能较偏袒军方啦，因为我甲看个伊这个受命法官哦，姓丁呢，这个姓丁哦，应该是外省人啦，这外省人可能因老爸伊还是因叔啊伯啊吼，可能拢是做兵啊人，老蚵仔拢属于这军中家庭出身的啦。哦，所以伊今仔个报告可能较偏袒军方哦，这也有伊诶即个可能性啦。但是是毋是安尼哦？这是我个人的即个猜测之一啦。哦，因为对这案件咱都无讲足清楚哩。因为今仔日要做出一个各位报告，就是讲哦，台湾呐，这恶法官呐，迄个嘴脸哦，甲伊迄款手段哦，伊对台湾的即个危害哦，比迄款。何事吼所带来的迄款，万不离讲发生灾害吼，更加严重啦，哦，更加严重。这个是安怎讲？这恶法官的迄款迄款判决，伊的迄款这个审理过程，一寡这虐待被告也好啦，就是讲这个非法判决也好啦吼，还是难关起诉也好，伊家所造的这个危害呢，比核灾较严重。我今仔日。就是要来甲各位报告，这方面的这代志。好、哦，那么讲到这个恶法官呐、什么叫做恶法官哦？大家拢常常咧叫啦，都违法的法官哦，这拢属于恶法官呐。当然违法有两种啦，一种伊那是讲都疏忽哦，这款嘞吼，也都无够讲这款恶法官的迄款程度啦。伊那是故意的。当然，这类的法官、检察官都属于恶法官哦。这款的，咱所有的这个台湾人民应该哦，未使去容忍落去啊。那个容忍落去哦，台湾的这个人权哦，实在是无法度保障啦哦。那么，这個、法官伊到底是安怎危害哦？那过去哦，都暂且卖讲，咱干来讲最近就好了。最近在这个恶法官哦，这司法院内底吼，真侪嘛是拢法官的身份嘛吼，所以伫内底这办事人员哦，因咱往那通情公义做往那法官了对啦吼，当然话唔是啦。
因最近做一项真恶质的这代志，比核灾更加严重的代志，就是讲哦，废都哦，这个法庭录音办话哦，的这个动作，这个法庭录音办法哦，真侪人这个拢有关哦。不管讲是你个人也好，还是讲你的亲朋戚友也好，总有一天哦，会去行伫法院啊。啊，这个法院哦，参这个法庭录音办法哦，拢息息相关。你若去用冤枉到哦，往往啦吼，拢是借点大害啊。你无多人去讨回公道，但是有这个法庭录音办法滴个吼，你会当透过这个法律这规定哦，啊，委任律师啊去。向法官声声迄块开庭的光碟出来，迄块光碟啊，内底就是记录你开庭的迄个过程哦。除此之外，只有作弊是以外啦吼，啊，若无拢一一吼，拢一五一十啊，记录啊真清楚的哦。你就算去冤枉到了，嘛案件嘛，我都人去讨一挂公道转来呢。但是真不幸的就是讲，这个法伫台湾都啊实施头十当年尔啦。民国九十一年哦，是时间即卖都啊103年哦，啊十当左右安尼哦，司法年就甲废掉。司法年也甲废掉哦。最主要一件啊，就是我拄则讲话讲，即主力开庭，无论是侦查庭也好，或者是讲你法庭咧开庭啊，即过程也好，拢真清楚伊记录嘛。啊，因为即个伊记录哦，即带来一个即恶化。恶化官迄款恶运呐，哦，因为一寡只恶法官、恶检察官吼，因为这个法庭录音办法这关系，向法官讲伊贪污啦，或者是讲哦办案太多唔好啦，或者是讲哦故意哦这歪曲事实啦，拢一拢向揭发出来，所以遭受哦告方记过也好啦，就是讲这特质也好。这拢大有人在。请问，即摆已经废掉？废掉啊啦！啊，那会外口含我都唔知影讲这已经废掉。旧年十八废掉。哎，旧年十八废掉。这咧可能海内外乡亲时代有个人唔知影，迄啰较有名的，就是讲马英九做市长的时阵，迄、那个何宽仁甲伊讲啊，讲伊安怎，结果伊去调迄、那个。法庭录音迄个光碟出来了后，就讲哦，有淡薄仔无同款的，伊就用迄冰案就冰掉的。对。啊，所以讲这只尔重要的，啊，伊即马伊敢会当点点安尼，头啊就甲伊毁掉。头啊就毁掉。无向我，啊，迄落立法委员拢无提出来讲。立法委员嘛，天然，等下我这等下后段咱来讲。参立法委员哦，都停止这个司法年哦，废掉这个法庭录音办法，这是真可哦，在台湾是无法无天呐。咱爱讲这个法庭录音办法了，当初是安怎产生的？这吼，当初产生的伫咱这节目当中啦吼，黄昏电台内底之前我捌讲过啦吼。今仔日听咱这。啊，我即马先讲废掉为这段啦吼，啊，然后等下吼，咱再去回到转来讲这个法庭录音办法的迄由来吼，啊，简单因为过去都讲过啊。所以今晚唔免阁重复啦吼，简单阁描写一下得。啊，咱今日最主要是要讲司法呢，偷偷啊废掉立法委员哦，包括这个任何这个党派，国民党也好，民进党也拢听人啦。所以这是台湾哦，这个灾难啦。啊，对这里都有讲过了吼，这个法庭录音办法，就是讲咱当事人会当甲法院吼，声声这光碟出来嘛。是啊。这对受案的人啦吼，有真大诶这个好处哦。啊，就是讲。在台湾要法司法改革哦，唯一一时有效果的一项宝贝啦。若无哦，即其他你讲要求司法改革，迄种骗人的啦，迄对因哦，拢丝毫声响都无啦。但是即法庭录音办了，咱会当讨声请即个光碟哦，对即恶法官哦，确实有淡薄牵制作用。就是因为有牵制作用，因法院因只司法官甲。甲这个向司法院控，迄个表达意见，司法院甲这个废除，废除这个录音办法。啊，废除嘛爱让大家知呢。啊，这全面的诶代志，哪会无？有啦，这伊这个报纸有写啊，一字啊，两字啊，哦，这你无注意看到。写一个敢那邮票遐大格，甲啥物人有看到？啊，这最主要我讲你啦，
这个书法你废掉，这是真可恶的这个动作哦。咱即卖先来讲，伊这个法庭录音办案哦，你拄则有讲过，这对一般受刑人、当事人啊，卖讲受刑人啦，就去小个人了，对啦，哦，不管你是原告、被告哦，你拢有可能去有法官、恶法官把你拗去吧，啊，你拢会当透过这个法庭录音办案去声称这个光碟哦，来对出公道嘛。啊，你拄则都有讲过嘛，主持人，你拄则讲过，马英九嘛得利呢。对啊，哦，伊在伊咧所讲的是讲啊，叫校方林建才讲个傲言，伊嘛是靠这个光碟哦，来讨回公道嘛吼。伊、这个光碟来源就是咱即马讲过啊，都无够重要。马英九独处以外，陈水扁的案件虽然伊无法度讨出公道，但是最起码哦，伊嘛透过这个法庭录音办法去讨这个光碟哦，内底嘛暴露真侪真相呢。是啊，你像别人讲，迄、那个。高中央，和迄个检察官甲伊威胁的代志，和杜丽华和检察官甲伊威胁的代志，结果拢即马拢有，拢出来啊！拢当期是拢透过这个光碟哦、啊，披露出去，迄伊所看拢有报啊，有相片的哦，所以案件哦，突出像马英九、陈水扁以外，真多啊，真侪人哦，拢。有当时啊吼，因为官司输去，去讨这个光碟，较去专白威信的吼，大有人在啊。所以这个光碟吼，这也是讲非常重要。伫这个司法改革吼，大家咧呼求讲司法改革的这声音当中啦吼，这个录音法庭录音办案吼，像这光碟，这是唯一。也讲就五号，就是原因重现啦，对对对，照妖镜就对啦，迄、那个意思啦。哎，啊，你啊看，我讲这足济人已经哦，拢透过这个光碟哦，对出的功德啊，就算无对出的功德的哦，嘛拢真相一拢一一哦，拢挖掘出来啊。像陈水扁，我讲高中用迄个其中之一嘛。啊，你啊像，咱电台这嘛不访问这嘛不报过啊，台东的检察官拍戏时候，人来讲哦，侦查庭如地狱啦吼，就不为过。好，检察官拍戏时你看，对啊，嘿哦，伫遐讲啊，食饱盈盈啦，恁爸今仔日食饱盈盈哦，来写一张啊，写一张啊，关着声压书嘞，逮捕。哦，安尼真歹嘞，啊，即款嘞哦。伊今仔日有法度人网络站，那无这个法庭光碟，咱拢一世人拢无法度。无法度人看到这款的乌幕。啊，拗过和翕过和压落的。嗯，历史。死无对证，死无对证。啊，所以这个和拗万几遐的人吼，这个今仔日最就算无讨的工作，最起码吼，伊会做这个真相吼。这个暴露出来啊，透过这个社会来谴责，对啊，十万人按赞呢，对啊，刚刚快点，将后一道轰出去了，偌济人按赞呢？啊，你来看，啊，像咱刚刚唔免讲啊，刚刚基督教这几个咧吼，这个法庭录音办法啊，有重要无？啊，有重要无？真重要嘛？对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因为这个重要性。哦，啊，对这的这个二法官、二检察官哦，产生真大的这个杀伤力哦，所以哦，因透过司法呢，伫去年十月啊，偷偷的、悄悄的把废除掉。嗯。啊，这废除掉了后哦，伊即卖伊个唔敢讲无封掉，所以伊就用这个计策。嗯。伊即卖用这个计策，啥物计策呢？伊个名称叫做法庭录音哦保存加一款利用办法了对啦，名称即马改做安尼啦，哦，即马伊本地原来是拄只咱讲的是法庭录音办法，哦，爱当迄个律师哦，甲当暑假律师会当律师，加一款得检业鉴中之人啦，哦，就会当主会哦，啊，要求法官，要求法官提光碟哩。啊，法官无准播的管啦，你该要求伊就合理啦。啊，伊即卖司法呢，甲做个法庭录音办法废掉了后，伊即卖修改一条叫做法庭录音哦，保存甲利用办法。伊名称改安尼就对啦。啊，细节呢？啊，即卖细节吼，内底敢那第八条吼，就是关键啦。剩下拢无重要，敢那第八条伊安那，伊讲哦，伊即卖
即卖迄个律师无管人当啥请了哦，伊即卖刚才写来，底写讲当事人哦，啊个代理人啦吼，就是律师啦吼，恁在座现场的人啦吼，那每一个人拢同意哦，啊唔是干那口头同意哦，就一个书面同意哦，安尼的话啦吼，就会使甲法官先请叫伊交付迄规定的光碟给你啦。屁啦！啊，这是屁话。迄哪有可能，大家人同意？可能甲你是对立当事者。对，伊当我同意，你嘛一定无同意。你同意，我嘛一定唔同意。你巧，你巧，所以啊，你啊看，哎，唔是在甲你算账，在甲你算账啊。所以一数万年，甲你废掉这光碟，简单讲就是光碟，无必要你申请啊。嘿啦嘿啦嘿啦。啊，伊即马吼，无唔敢讲唔，拗过讲唔，唔敢讲唔，伊就废掉了，伊唔敢讲唔，所以伊在内底第即个第八条内底吼，甲你用我拄只讲安尼吼，内底大家人啦同意。变成讲，迄有当时啊一件诉讼，内底几落十人呢。对啊对啊。啊，迄款利益拢对立吧。系啊，那有可能大家拢同意。我讲要申请，你嘛，你嘛，你嘛唔嘛？迄对我不利，我绝对唔。你嘛唔嘛？我绝对唔同意嘛。啊，一个唔哦，就袂使啊，就无得。所以等于啦吼，苏宝妮把这个法庭录音办法吼。第七条，原来迄个叫第七条啦。啊，法庭录音办法哦，就是这啦吼，法庭录音办法，这个。即卖改安尼来，都已经无多啊。笑话啊！人无多啊，啊无多当申请的话吼，好着上好着遮的这个二法官嘛。是。因庭内底啦，假使讲要去镜头啊，要共提钱，无人看呀。对啊。哦。要比安尼啊，安尼啊。哎啊。对啊。安尼。哦。这个代志嘛，提前来办啦，提前来办啦，安尼，哦安尼啊。提前来办哦，这是阮爸爸迄个年代就开始安尼，迄落一手吼，呆在遮，啊一手就伫迄个案庭上啊，唉，这个事情嘛，也可以大也可以小安尼。啊，若较小就安尼，啊较大就安尼吼。因这吼，这绝对唔是讲咧侮辱这法官哦，因为这事实就有啊，嘿。伫迄个我的部落格，也是伫咱即个网站遮内底吼，拢有啦。迄有迄间检察官吼，伊咧办迄款棒球的迄款迄个打黑球了，对，拍乌球的案件。黑球的啦。伊在迄个报纸写个大字，有相片顶的，公开吼，比镜头啊要提钱呀。哦，啊嘛有法官，咧办案哦，嘛比镜头啊当场要提钱呀。啊，这拢报纸拢报啊真清楚啦吼。啊，所以。法庭录音办法会当声请光碟，这是一个重要件。像咱拄则咧讲话，讲提前来办啦吼，迄底咧光碟底拢有法度当去原因重现啦。啊，即摆书包机废掉了后，就无安尼。伊安尼就等于在保护遐个恶质的检察官、恶质的法官嘛。对啊，所以因这个一丘之貉啦。所以即个看个，即个照讲吼。即个台湾即摆算算无政府啦吼，无啦，假使有政府，照讲政府爱去调查讲废除哦，即个法律废除即个法律，诶，接手啦，司法呢哦是一真庞大机关啦，啊，其实唔是大家人拢同意啦，迄内底是一小撮人咧啦，底下咧作乱，咧兴风作浪啦，要扰乱台湾就对啦，所以伊才会去废除即款的嘛，无。这款物件哦，这个全民的这个受伤利益啦，假的利益哦，安尼改废除，竟然大家唔知，你相信啊？无你出去外口问，无人知啦。你的律师，法庭录音办法，佫无一定是大家律师拢知哦。来，唔是，那你即马讲了这哦，这我爱做些说明啦哦，因为你谈迄个利益关系，咱拄只大概啊报告安尼吼。可能大家也知影讲这个光碟迄个重要性，啊，甲这个司法呢吼。一小撮人哦，废掉这个录音办法，因的迄款动机啊，哦，不单纯的对啦吼。啊，你即摆来讲到这个律师，唔知其实讲哦，律师大家拢知。啊，假呀，律师唔是因哦，唔是因有去抗议。哦。伫迄个我有一个部落格的新头壳内底哦，遐我有个相一张相片滴啊，一张相片我有个留个。啊，迄个相片是啥物相片呢？就是。台北律师公会有真侪律师哦，啊，军职
伫这十万年的头前哦，伫遐咧抗议，抗议讲这十万年哦，剥夺因的权利啦。因为这事实是律师的特权嘛，这一般啦，刑事案件咱一般人袂当调咧，民事会使调啊。迄款刑事案件是律师的特权。律师哦，因为即摆这废掉了，律师就无法度人去调啊。所以因律师是知影，军职到十万年的头前去抗议。抗议哦，讲恁爱去恢复这个法庭录音办法，互因哦会当行使权利去甲法官哦声请交付光碟，因通来替这当事者哦做较详细的关迄个资料了解，甲进行辩护安尼啦。因有去抗议过，毋是无，因是知影啦。不过哦，讲到因若毋知一个小事哦，讲到这律师若知哦，这个大事哦。伊人来讲，这個、律师哦，这個、一般，潘石，一般人来讲讲是在业法则啦，法官啦对啦，在业法官啦。你也看，因这在业法官这個、律师哦，要替当事人辩护，结果无资料啊，等于哦，多子师傅炒菜，做料理无菜通去炒，同款意思啊。你要安那叫伊做料理？所以这真矛盾呐，嘛是会当显示这十万年真苦。这律师去抗议，有的人讲去抗议够好，甲各位报告，到目前为止哦，无效了对啦。十万年嘛唔插边啦，因为台北律师公会要求我讲爱去恢复，互因有这个这个恢复录音办法类似这款哦，互因有调我的机会安尼咯，通去这做较正确的辩护。写诉状嘛嘛，对啊，有材料写。十万年不爱插因啊，各位啊，按家你个看个吼，你吼寒天时啊，个何你热天哦，你就会感觉会寒啦，会惊，会寒啦。安怎讲？迄十万年这废都，这是一小撮人的呢。你要看伊安尼进在两字啊吼，得北调加台湾所有的律师哦，任何这個律师的管理拢叫北调。即个律师拢无伊法度，到目前为止拢无伊法度。伊在我甲安尼甲推测啦吼，那无特别的迄动作出现啦吼，过落去吼，过三年、五年、十年，嘛无多人去恢复这个。律师的这个特权啦，这偌久几个月啊，半年有啊啦。得去年的十月啊。夭寿啊！大家拢唔知呢。去年的十月，竟然无讲看迄讲电视落去报落去迄咯，这遮尔啊严重的代志啊。你啊看这因为这台湾的电视哦，嘛拢较停十万年啦，这因律师去抗议嘛，是干来凊彩报两字啊，对啊，你说一下就，无看到都无看到。对啊，对啊，看到嘛，应该听你啦。我都讲叫遮个讲迄啰，看迄啰已经无做法官的，甲这个无做检察官的无做啊，也是叫遮个这啰律师吼，来迄啰做谈话性节目来规集来报安尼，人较会注意安尼。你要看。因为这遮重要的物件，这重要性咱都只都已经。对，我大想都有迄个。真侪朋友，咱即摆啦，确实伫空中都有听到这段啦吼。可能恁会感觉讲，这十万年哦，安尼嘛真苦嘞吼。是啊。这律师嘛真可怜嘞，无伊法度安尼哦。毋过这立法委员哪会会过嘞？对，即摆说话，咱过来讲这立法委员哦。所以这立法委员哦，这个话真侪嘛是。李万里拢讲要输啊，个叫嘛吼。对啊。所以这个放空爆弹呢，这表里不一啦。这讲一套做一套嘛。因为这苏万里吼要废掉这个法庭录音办法，唔是因说的算呢。因爱主这个废除吼，这个理由资料送给李万里。和李万里然后还去订立法。个是我拄只讲诶嘛，讲个即个修改个即诶订立即个法，叫做法庭录音哦，即个保存率个利用办法。所有法庭内底所有人同意才会使，一个无同意袂使。这要废除嘛？是爱立法院同意呢？是啊。会废除个立新法，这嘛爱立法院同意呢？立法嘛，立法院委员立诶呢？因敢唔知影讲这是咧解决司法要用诶？这唔是干那诉讼人底下拍官司要用诶呢？这哦，当初哦，以我所了解的是，当初
十年以前啦，九十一年迄阵哦，立迄苏万年，迄阵我都啊当着一个好的这个行政官啦，吼、哦，嘛是法官啦，就是这个、这个陈忠定啦，哦，即卖都啊当这个高等法院哦，台湾高等法院的院长，啊，最近当这个高任哦，佮调去伫这个最高法院咧做法官啦，当庭长，最近当调去尔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个人哦。这个原来有改革的迄个意思，所以伊迄阵哦，透过这社会人士甲伊点情了后，伊吼、哦、向王国兴来建议，所以甲制定这个法庭论文办法出来，要牵制这恶法官。是，你也看，甲迄阵啊，九十一年到今嘛十年了呢嘛。都是互你数数啊，十年用一个尔。啊，伊这算不了啦，因为你来看，这因为这出来这掠偌济法官去，你无看？系啊。你看偌济法官，你像变成讲。即、这个、法官哦，啊，检察官不但伊贪污的恶行暴露，刷落去吼、哦，伊的粗鲁的行为哦，佮诶，去用笑眼哦，话笑眼前面裤头咧落去吼，其中有一块啦，诶、嗯，笑眼落去，真闹鬼的代志，就拢即光地出现呢。嗯，有一个迄阵棒球一个检察官，即卖迄只个名哦，都因为即卖才三四个，打两个，我即卖。香港是，小无啦吼，伊吼伊贪污，完了其中一份子，爱贪污的其中哦，一个十万啦，哦，十万块哦，伊可能那无当去藏哦，啊伊那伊藏到因做工的新书牌啊，去红格顶的新书牌哦，伊藏以前讲可能藏到遐哦，那么不然搜索甲搜搜无安尼啦。结果哦，迄、那个调查结果，我那真厉害。伊可能知影伊在出头啦，知影讲伊弄个去唱段，迄款较特别的所在，相未到的所在。结果哦，迄、那十万块的，因的迄款做工的新书牌啊，甲敲出来，这算笑话嘛？嗯，那笑话嘛？哦，这加的这个加的这个镜头，拢是这个法庭办法、录音办法，声声光碟，结果。哎，结果啊，你也看，你也看，即马才废掉了。咱拄则讲个讲，即立法委员哦，来同意废掉即个法律，啊来制定我拄则讲个哦，迄款表面上互你会当申请，但是实际上是无法度申请光碟，诶，种迄个所谓法庭录音哦，迄个保存利用办法，这样有可恶无？即拄拄只十万人只一小撮人哦，可恶一寡哦，即通过即法律诶关迄个。诶、立法委员哦，嘛真可恶嘞，所以各位啊，所以咱等下吼，咱来休困一下了，咱后半段咱来讲立法院内底吼，你大概也知影倒一个倒一个吼，赞同伊过啊是安怎？民进党内底，我唔知啦，因为我是唔知，因为即去调资料，立法院诶网站调了就知啦，啊，因即咱是讲，司嘛应该是。法律做诶嘛，伊司法委员会啦，司法委员会哦，迄调查就知影啦。啊，但是因为咱无，因为最主要咱是伫即个节目当中是针对即个恶法官啦吼。啊，即个立法委员的部分哦，咱是甲各位公众朋友点清一下，就是讲哦，因为国民党也有，拢有啦，民进党也有，啊，台联党有无？诶，我即摆还未调出来，唔知影啦。但是会当确认的，就是讲哦，会当确认的，就是讲即个。法律要废除，啊，新法要成立，拢嘛是爱立法委员啦，这是一般相信嘛，哦，啊，所以立司法院虽然恶质废掉这法律，伊若无立法委员听哩，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台湾的结束，这款的结束哦，因为因这恶法官甲因这的这个共同体哦，所造出来的灾害哦。真正是比核灾更加严重啦。对，核灾阁是伫底下爆发的，底下迄半径偌济哈？啊，咱这个是2300万人的灾害啊。对，你着干呐看，迄核灾哦，你讲范围偌宽？咱即摆来看日本福岛就知啊。日本即摆福岛伊这个核能爆炸，伊发生的这灾害哦。即卖啦，伊在新闻报道啦吼，伫日本福岛附近遐，即卖危险嘛，还有30公里尔咧。是啊。30公里哦，附近哦，而且即敢若袂使种菜啦，有诶无诶，袂使居住啦，啥，就是危害，就是差不多家人吼。当然，还佫有其他危害无唔对，但是实际上
因为限制范围是30公里左右呢。嗯，啊，你啊看伫台湾，这光地啊那个废掉了后，2300万人的官力无去，哦，这真上无多人去追求。台湾律师看偌济人啦，嗯，这律师的官力哦，靠在食饭的，对，伊靠在食饭，啊，伊要靠这法律真相，要靠这去辩护的，嘛是去要输翻伊一小撮人，安尼个北调，嗯，安尼个北调，啊，因虽然有抗议无唔对。但是控制到这样是无效啊，因为哦，立法委员咧停只输啊，你一小撮人啊，啊，所以这光地提袂到，司法的乌乌无得法规，这所带来的危害哦，伊的人数是台湾2300万人呢，哦，2300万人是遍布台湾300几公里呢，你啊看，安尼伊的危害有比核灾较严重无？清国太平金马啊，迄落名称叫中华民国的国民，摕拢是受害，身份证的拢会受害，对哈？拢是受害。好啊，咱即马休困一下，等下咱连咪大哥倒转来。